要认输吗？我如果排下去，我就是认输了。行，我不能让你们看清我。今天我就算爬到白金山，我都要让你们看见客家人的骄傲。我真的觉得我的运气都用在这种，都在开局他妈中三条的打工仔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如果下一回来 GP 加葛炮，好不好 ？GP 加葛炮，还有两星盖伦，我们就不玩客家流了。对，因为骑士也听牌了嘛，我们就不玩客家流，不然我们还是照玩。完蛋了，怎么办啊？哎，两次怎么办啊？我两只三星哎，两只两星哎，好不好？我玩月光流嘛。这开局我再玩客家流，我就他妈是低等了。抓一下剑士吧，这把因为一定我们一定会等到 GP 来玩海盗，所以高几率会变成剑士。第四只绝，他吓傻了，他四人口被我三人口暴打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有人四人口可以打爆我？吓死我了！可悲，看看我买什么好？他这个棒子可以合啥啊？黑书啊，黑书，黑书应该不错。请起来。哎、欸，为了连胜，我们的骑士还是不能下。看对面五人口来，每个都这么想赢啊，除非我暴击。哇！你还转头打那个杀掉？我们是不是太久没玩正常的流派了？不要抢我 GP， 求你了！我去你妈！哎呦，很牛哎、欸！两星派克配黑书好痛啊！碰到歪头，啪！哎，捡钱喽！我们现在比较想要菲欧拉，因为菲欧拉加露西恩有个三贵族，划四个派克，干你娘！怎么划这边啊？不要输了，但是不要输太多就好。没有哎，赢哎，可以呀、啊！怎么这么牛？钱，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。海盗官在 NPC 是没有用的，不 ，NPC 在海盗官是没有，海盗在 NPC 官是没有用的。我们直接把这个拿下来，那我们想要尽快换上葛雷夫啊，换上葛雷夫之后，我们就听那个谁。那只吉金克斯，我们就四个神射手了。这样好吗？这样刚好一排让派克可以滑，这样派克可以定到比较多的人，跳到后面这个位置。他没有后排。哇，干，只运到一个，跟喜憨儿一样。哇，被抓了！狼人去抓别人，别抓派克。水顶住，一定二，请开。让他破皮，漂亮！哎、欸，吉金克斯没人拿、欸，但我不信啊。这吉金克斯到最后没人拿，我切啦。哎、欸，在那边演，喜憨儿一个，到底有什么好演的？哎、欸，剑士来了，恶魔剑士。等一下，我们瑞文来配斯温，蛮强的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幻想到这么后面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等一下，其实吉金克斯来，我们留双神射就好了。基本是留 GP 啦，然后露西恩可以再用一下，他可以继续打工。G， 见面被定，打成喜憨儿。哇，爸爸打儿子，他妈还不了手。现在就是先随便打吧，先把这关打完。有看过吗？七人口50块打狼，而且我没有一直连胜啊，我连胜还被赚过。海盗阵就是这样，你控的你血很多，然后钱也很多。然后开始刷大牌，来嘞！我很想给我的吉金克斯一个剑士，然后等一下盖伦换飞艾，飞艾两星就直接换，其实刚刚就可以换了，但是我怕我不够硬。哇，还是狗不错，这家有点强啊！魔王欧欧狼，他是有连胜。哎，我赢了，笑死！差不多可以开 D 了。哇哈哈哈！操他妈，刚刚都没这么顺，我在顺杀小啦，我准你这么顺是不是啊？
他妈刚刚都不敢这么顺，现在顺他小废物，去吧。但我看起来没有很顺利哦，还是跟他打到了一兵一卒哎。我们这把打八人口吧，我们玩个四神射三剑士，然后我们的剑士目标是拿到那个牙膏。啊，我怎么说了？他妈讲的一嘴好牌，要输了。思考一下，我的吉英克斯到底要怎么变强？我主力没有办法很丢哎。哎，人家主力怎么都这么屌啊？他可有这种装备？我要慢慢滴哦，把牙膏滴出来。我滴到两星牙膏成本很高哦。你八级要滴到两星牙膏，这个期望值大概是150块吧？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打牌靠塞，轻松自在。剑士吉英克斯开轰，轻松打穿。刚刚这个人屌虐我，现在他变剑士就打穿了。一拼他妈终于来了，牙膏也来了。刚刚是不是有人想看六剑？六剑要来了，六剑要来了。你等会，你等会啊，你等会。开轰！哇，轰出来，火力输人哎、欸。这两只谁先两星，我就把派克卖掉，黑书直接转给他。六剑士吉英克斯，看好了，看好他怎么定人。哎，白痴啊、喔，太强了吧这家！我完全扛不住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没道理算。我这个算很强的牌哎、欸，六剑士、双神射，还有海克斯科技装，这是六贵族吗？欸、好硬哦、喔，哇，好硬哦、喔，六贵族好硬哦、喔，可是怎么被我围起来强奸了？被我围起来清掉啊！再见喽，兄弟，哇，你是无敌无双没？啊，无双没？再见，哇，前三了、欸，真的剩下的都是高手哎、欸。点掉，点掉，点掉！加速，点蜘蛛，点蜘蛛，开炮！吉英克斯开炮，吉英克斯开炮，开轰，开轰，开轰 ！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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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！ 挖你祖坟，挖你祖坟，下去！哇，六剑士，牛的一批，58D打53D，小虾米对抗大金鱼，要分散风险吗？我看到我们海克斯，他没有哎、欸，他死定了！你这样怎么跟我打、啊？请问一下。你不可能打得赢我啊！你海克斯可以封我，我是爱怎么摆就怎么摆。再见，再见。GA 给谁呢？给金克斯吧。封起来，点掉。哇，怎么点到一只最硬的流浪？没事，剑士开点，剑士开点，开点，大炮开轰 ，bang bang bang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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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打人回去去！垃圾，看来我还是属于正打的耐心，我正着打才会赢哎。你来扛着瑞文，扛住瑞文就是你的工作。其他交给牙膏，右边交给牙膏处理。点掉，直接破阵，点他那个啥，哎干，被定四只。牙膏。阿萨奇，哇干，只卷一只，不妙，哎、欸、不妙，哎、欸、不妙，哇，靠背，干好衰哦，牙膏只卷一只哎、欸，然后他那个猪妹怎么定这么多人啊？他把那个猪妹拉到我脸上了、啊，我你个去，真的狗东西，还多我一个人口。超塞子双守护者，狗都鸡啊！真的猪妹太强了，好无脑哦！他定下去，我后排直接死光了。虽败犹荣，虽败犹荣。你要分开战，我分开了，我分得不够开吗？我只差他妈我腿没有打开，让你干。我分不够开，我分超开哦。没法，他太顺了。你看他有能力升上去，升九级就知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级，他升九级哎。你正常哪会打到九级啊？他真是肥到歪头。你知道全部的人死光剩我跟他的时候，我是5D，他是50D，就他这把发育太顺了。